一杯，你拿一支笔，拿一支笔。拿一支笔，那你要叫他拿一支笔，然后去画一个东西，画一个东西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对准目标，连沾颜料都没有办法。好，你这样有办法沾颜料吗？可以沾颜料吗？很难。所以后来我在看他说，他可以看我，对不对？他头，你看，你看那个，看他，姐姐，哎，你看那个大哥，那个他头还。要转哪边就转哪边，等于是他方向控制很好，好，所以只有头比较稳定嘛，所以我这样稍微跟他测试一下，就晓得说他头的控制应该是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就用头杖。刚开始当然对他来讲，他对他不太喜欢，因为同学就马上笑他了嘛，那好奇怪啊，怎么用这样的画画？啊，所以我就会示范呀。这个是后来我在班上是那个示范的时候，那个同学帮我照下来的。那老师也很奇怪，大家就笑成一团这样子。好，那他也是大笑啊。哎，那我画出两节课啊，画出一个东西来。他们就说：“哎，那个老师这样也可以画画，好厉害这样子。”对对对，他说这样也可以画画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老师先带着画给他看。画给他看，画到他，大家都看着，哎，老师已经画出一个东西来了，哈，同学大概也笑得差不多了，哎，笑得差不多了。然后刚开始是笑他啄木鸟，结果后来他就以啄木鸟画家为自居，啊，对对对。那当他有这个工具以后啊，其实他一个钟头只能够做一点点的事情而已。一节课他实在是画着这样满头大汗啊，或是甚至他讲说脖子好酸的，刚开始跟我讲说脖子好酸，可是他找到目标了，他找到目标，所以这时候他是很有耐心，这样一小笔一小笔这样慢慢画。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是相当有耐心。对学习的那种欲望哈，还有成就感，不然很多很多极重度的那个孩子哈，有时候都会放弃，因为他动作什么各方面他没有办法很灵力嘛，他做得很慢啊，所以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让他做的那个时间不要太长，所以不求快了，我们用时间去等待了，尤其是像他这个点哈。像这个都是这样一点一点，先粗一点，中的，然后细的，慢慢给它增加啊，每一个颜色，慢慢去改变。他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那画术只能够这样子，好，就说他只能够很大笔的这样子画。那当然，那个老师也是在尝试的，就是说刚开始你只是一支笔给他嘛，哎，我只要给他晓得说他到底能够画出什么东西，我们要晓得他的那个起点嘛，那慢慢的就给他色彩，好，你看到最后他多几个色彩给他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表现出这样子的。到后来这个画完以后，我们给他画这个树，虽然你看他好像在一些色彩在堆叠上去，可是当你远远拿那种层次慢慢的色彩啦，层次啦，哈，还有那种透视的那个感觉啦，就慢慢显现出来了。这个小孩子他自己应该会有成就感。不然他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在那慢慢慢慢点，他已经晓得说我用找到一个方法，他可以表现。我觉得他有一点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哈。他哎，我
很不舒服，还有你的脖子呢，很酸，他的脖子很酸，还是因为我喜欢你很喜欢画画，所以你怎么样？你要忍耐，要忍耐。除了电脑之外，还有另一项，有一种东西让他有寄托，比较有自信，对，因为他觉得他有，他可以画出东西，我可以画一些东西，有一种成就感，他觉得他做得到，他是做得到的，努力的话他就做得到。我们在培养啄木鸟画家，对。